有一项传统，如果一直到30岁都是单身，在生日当天会被朋友跟家人如何对待 ？A. 全身撒满胡椒粉 ，B. 头部以下埋进土里。两秒，我的答案谁？哎，锁定！丹麦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是，因为我在想说，玩这么刺激，到30岁还单身的话，生日会被怎么对待？感觉撒胡椒粉撒在身上嘛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去舔你。你说是另类的人与人的接触，然后如果有感觉的，就可以跟他交往。舔胡椒粉干嘛？驱魔，驱魔。他30岁单身的原因是因为他被附身，因为你让人家打喷嚏，所以你撒胡椒粉。不是单身错了吗？单身已经很惨，你还这样，这不管是哪个都不能接受。谢谢。是撒满了胡椒粉，还是埋进土里呢？都可以。